救国团军人团委会伫咧今仔日举办112年社会学校优秀青年表彰活动。本年度总共有76位青年得奖，希望借着表扬活动，予得奖的青年成为军人青年的模范。同时也肯定并且感谢大家对军人的付出和努力。为了表扬国内的优秀青年，军人军政府以及救国团军人团委会是共同举办112年度优秀青年表扬活动。包括社会优秀青年21位、大专青年3位，以及学生优秀青年52位，本年度总共有76人来接受表扬。我们救国团现在，他的年龄的限制是在18岁到45岁之间，所以品德才能是，诸位楷模的哈，才会被挑选出来了哈。那他们就是有具体的一个优良的事迹，然后还有符合那职业的代表性了哈，所以希望他都可以成为我们云林县真的是我们青年的楷模。军队长李生表示，青年为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，尤其是对高龄人口较侪的军人员来讲，也真正是不可欠缺的能量。大伯感谢所有青年对军人的付出和努力，未来政府也将来继续推动更多福利政策，希望有青年朋友愿意留在军人发展。今天呢，也不只是透过我们的交流会哦，除了表扬之外，也透过青年本身一些反映我们云林县哈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哦，那我们云林县政府也会依照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哈，那一一的解惑，甚至呢哈也将他们列为我们未来推动的政策啊，配合我们所有青年哈能够留在家乡返乡哈这样的一个意愿哈，能够让我们变成一个宜居幸福的一个城市。今年总共表扬国内76位的杰出青年，多要感谢大家对军人的付出，也希望让这优秀青年会当成为其他人的楷模。记者江怡彩虹报道。